今天摘了36朵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勇，今天做点茄子干，这样冬天也有茄子吃了，先把老的摘了。赶集卖茄子的，但是问了一下，茄子才几毛钱一斤，还不如做成茄子干，冬天也有茄子吃。妈妈，嗯，呀，呀，呀，静静啊，起来，来，好了，哟，好细贼大的茄子，三个茄子，嗯，这个是贼大，呀呀啊！做茄子干很简单，只要切成片，晒干就行。冬天包个饺子呀，包个包子呀，都非常好吃。嗯，吃起来口感跟牛肉一样。我们这儿一到冬天，这些蔬菜特别贵，就像茄子要4-5块钱一斤。今天多做点，这样一冬天都有茄子吃。妈妈，小妈妈。晒的时候最好是下边要通风，这样不容易坏。太阳好的话，晒个1礼拜左右就可以干了。咱们今天用茄子做一道非常好吃的下饭菜，先切点肉末，热油，放肉丁、葱蒜。肉变色后，放一勺黄豆酱，放茄子，茄子炒软后放点水，放粉条，少放一点盐，放点老抽，小火炖15分钟。放一点味精，换个词儿。那爷爷送他打酒的啊。嗯。来点水啊。嗯。面儿俺一点儿说，哟，哎，真的真。哇，是啊。红的呀。嗯。哇。再俺一点儿。来，你撒点抹哈。好，给你一块饼子。饼子一块。嗯，三角饼。嗯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好吃啊。有点晚熟的。有点晚熟的，对，应该是哪个？这汤没咋呀？那多干锅汤。妈妈，我想加汤。你干。沾上，来，拿给你倒杯奶。喝点点。我俩这话题。来。哟，这么一打，不怕咱心吗？哟，我把俺酒吃完了，喏，咱俩不包了，妈再给你干一点。哟，来，来，还是茄子粉条啊？不要茄子，不要茄子，咋不要的呢？茄子粉条都要吃，啊？肉给你别玩了啊！我挑着吃，你俩没戳了。这粉条好的过吗？你要不好点粉条早全粉的。妈妈，我有点吃这。哪呢？这个。嗯，你爱吃粉条多吃点啊。我吃这个，拉肚子胖的。啊。我要个买黄豆酱，然后搁这黄豆酱。完了，准备加馍蘸着吃了。那炒茄子呢？炒菜都是撩着黄油就好了。嗯。没咋样。有点浪费，没啥的。嗯。
那样子了，鱼然后了，忙活了一小会儿，我过去了就喝了么。